好啊，好型！而家就一个预备出门口的状态。咁今日咧要带大家去边咧，就系、要同花花一起去影相，又系体验韩国影相嘅一个 vlog 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要去影相嘅地方咧，同我之前介绍嘅又有啲唔一样喎。之前系有摄影师噶嘛，今次系自己禁制嘅。咁但系咧，佢嘅场景就比较特别少少，即系有主题式嘅。咁就系比较 Y2K， 真系。Vintage 嘅學院風咁樣，咁所以就一陣會同花花一齊出去啦。咁啊，大家而家見到我包住個頭啦，就係要同大家去更新一下關於我頭髮嘅嘢啦。其實咧，對上一次 update 咗條片關於我有鬼剃頭呢樣嘢咧，個反應係熱烈到大家都走嚟同我講，我都有一樣嘅問題。我睇完咁多 direct message 之後咧，我都覺得大部分嘅主要成因咧，都係因為心理壓力啦。咁啊，我之前除咗飲食習慣嘅改變之外咧，就真係居勞頓得太犀利，係咯，咁所以我諗呢一個月都係集中火力去休息係比較好。個心係好想玩，但係個生理係未必適應到。之前咧，大家都叫我唔好染咁多同埋唔好漂咁多啦，所以我而家有啲髮根咧突咗出嚟，我都盡量壓制住自己唔好即刻去約髮型師住噶啦。咁所以大家見到可能我今日條片咧個頭髮係生好多毛毛出嚟，咁但係個髮色就唔係算係好靚，咁啊大家體諒一下，因為本人真係正在休養緊。紧啦啲头发，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吹埋个头先。我发现咧，脱发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，原来真系好大嘅心理压力。本身咧，我就以为脱发可能系男士比较 concern 嘅嘢啦，又或者系即使系女性脱发，好似我咁，我呢一个职业好想快啲去搞掂去处理佢咁样。但我发现好多观众咧，一般人佢哋遇到呢个问题咧，都好大压力。而家由花花嚟实时睇下我呢一个窿，哇，其实都唔系咁简单。系啊，真系好似一只瘌痢狗啊！见唔见到啊？大家咁大个窿，跟住其实佢全部都有生紧毛嘅，但系佢集中咧中间呢个位咧系生得密集好多，同埋多好多噶，几好啊！生翻咁多出嚟，劲喎！而家我展望2024年系可以见到佢多翻少少，一定会啦！而家都已经咁样。在我未正式發現自己有呢個鬼剃頭的問題，其實我意識到自己開始有脫髮危機已經早在幾個月，我想4、5月的時候已經發現了。如果大家看回我之前的一些片，特別是夏天那一期，我經常這樣扎嚿雞在這裡的時候，這裡中間有一點凸的情況出現了。那在那時候我就開始不斷接觸不同的 supplement，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其實頭髮的健康度除了那一塊東西之外咧，我係茁壯，比起之前健康咗好多好多。嗰一忽嘢最主要係因為我免疫力系統出現咗問題啦，自己嘅免疫力攻打嗰一忽嘅皮膚，令到嗰度寸草不生。喺佢好緊嘅同時咧，我已經發現我其他頭髮咧已經係生得越嚟越多啦。對上一條 YouTube 片有同大家分享過，就係我所有國家大部分去到邊買邊嘅 supplement， 我真係食齊曬啊！近年大半年，咁其中一個我自己會好想同大家介紹，大家又喺香港方便買到嘅咧。就是这个，它就是日本製造的 Return。咁呢一個嘅 Return 育髮嘅 supplement 咧，佢係 100% 日本製造啦。我自己咧都真係食超過咗4、5個月以上嘅。佢呢一個成分咧，最主要係針對激活毛乳頭嘅細胞，因為大部分市面上嘅 supplement 你可以買到嘅咧，佢就淨係針對喺毛囊同埋嗰條頭髮嘅堅韌度。毛乳頭呢一樣嘢咧，先係頭髮入面最重要嘅部分，可以講話係生頭髮入面嘅大腦，即係好似一粒種子咁樣，你連嗰粒種子都冇，嗰條頭髮都根本孕育唔到出嚟嘅话咧，根本就系完全治标不治本嘅。咁我而家嘅情况，大家见到我系比较严峻噶啦，咁我就早晚咧都会各食4粒嘅，咁就希望佢快啲促进生长，因为佢系完全冇药性、冇类固醇、冇依赖性，亦都冇副作用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要我介绍嘅话咧，我自己系会比较推荐呢一个 Return 俾大家嘅。我比较中意嘅咧就系佢呢一支喷雾啦，咁佢呢度有个指向性嘅喷雾啦，其实佢真系手残都搞得掂，咁你呢度梳一条界出嚟啦，喷咗落去之后咧，你就可以喺度按摩。咁无论你临瞓之前，你临出街之前，譬如我一阵要出街，我都可以喷落去，即系真系比较严峻嘅时间咧，早晚我都会喷。咁我后面嗰个窿咧，平时冇花花喺度，我就自己搞掂啦。其实都系好简单，咁但系有花花喺度嘅话，就梗系叫人帮手啦。
佢呢一款咧係新出嘅升級版嚟嘅，入面咧有多元嘅蛋白技術喺入面。咁用嘅時候，可能好多人都會有concern，就係噴完之後個頭會唔會好油、好粒，又或者做唔到造型咧？係完全冇呢個問題嘅。咁所以我平時咧就係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外咧，我都會配合埋呢一支嘢，咁我自己個人真係安心好多。咁新嘅升級配方咧，比起舊嘅版本，仲添加咗兩大嘅生髮專利。可以刺激到头发生长的能力，加快生长的速度，还有入面蕴含了17种日本珍贵的生发成分，可以深入地滋润到毛乳头的细胞，增加抗脱能力。因为我们人体吃完 supplement 之后，正常都会生长属于我们的毛乳头嘛，但是毛乳头不健康的话，它又会再死过，又或者会再甩过。这个就是可以等它那粒幼苗成長緊嘅時候，去加強翻佢嘅防脱能力，等佢好難得咁樣生長咗毛乳頭之後，又等佢唔好甩啊！咁喺兩個 product 雙管齊下嘅同時，我自己都試咗好幾個月。咁而家個頭髮咧，你真係見到好明顯。咁你睇 before 同 after 見到好大對比之外咧，就係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係、是，真係唔係講笑，我呢一啲頭髮咧，呢一啲位置我之前係絕對冇咁多，即係呢一啲毛毛位啦，同埋呢一條界線咧，我之前係好明顯。見到一條頭皮，吹完頭成個頭髮咧，我呢啲位咧係咁樣拱起嘅。我之前是完全沒有這個情況出現的。另外就是沖完涼之後，通常女生會處理一些長頭髮卡住去水渠，那個頻密度是沒有之前那麼多的。但是在這裡都要提觀眾一句，如果你的情況真的跟我一樣那麼嚴重，如果真的有出現鬼剃頭，又或者是很嚴重的脫髮的時候，當然你看到我都不是只是依賴 supplement， 我都有看醫生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休息習慣。對於頭髮的問題是真的要很多管齊下才可以改善到的。但我自己都跟大家讲句，真的不要开始脱发的时候才来保护，不要以为我自己后生我不会遇到这个问题，现在真的很明显见到都市人一个大部分的问题来的。如果你都对这两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他们会有限时优惠，大家可以在哪里买到呢？大家可以在曼宁 Free Can Buy 的官网都有即时的优惠。大家记住，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留意我 video 下面的 info box，那裡我都會詳情打在上面的。好啦，那我現在就要 get ready 帶大家出去玩啦。好啦，那我現在預備到差不多啦。花花的造型是很給心機的，髮型是真的我最重點的，最快的，未試過這樣上學校。哇，你過海婷啊，真的。對啊，現在帶我龍之心。龍心。同埋最重要系一阵嗰度咧有得租借衫，咁就加多10,000 won可以租借校服咯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出发啦 ，Go！ 而家到啦，应该系呢一度啊，山内有粒蓝色星星嗰度啊。你着咩色啊？我冇理由蓝色底啦。哇，你要看更啊，可以保安叔叔啊，有啲似。你学生啊？长袖啦，长袖啦。好睇啊！点啊？好坏啊！咁咧，最主要就系呢一度影嘅，跟住其实影出嚟几靓，我个感觉系。劲快搞掂，我哋而家极速换完衫，成个过程15至20分钟都唔使啊！真系影相15分钟，换衫拣衫5分钟，拣相3分钟，系啊，半个钟搞掂，系掂快靓仔，系啊，跟住佢即刻印埋出嚟，跟住呢度有其他人影紧，跟住呢度就系一个等待室咁样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去食一食嘢先，因为咧佢话20分钟之后就会俾埋个。Photoshop 完的相片給我們了，所以我們就去吃東西等20分鐘再上來就 OK 了。我覺得快速體驗來說都算挺好，是吧？很快咯，還有因為它又真的自己禁制自拍呢，快閃快閃的有15分鐘，就我想怕說有個專業的攝影師在這裡的人的話，我覺得很適合咯。是啊是啊，我看剛剛上面都有人自己一個上去，很多人都自己一個，有個攝影師在這裡你會夠膽放好放咁樣擺啲好奇怪嘅 pose， 係去到後面我哋直頭係已經開始變種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翻咗嚟屋企，已經俾我
哥坐爛咗。其實都幾用心嘅，用心嘅。咁就係俾大家睇，我哋就揀咗呢一張。咁佢又唔同框嘅，跟住仲有呢一張，呢一張就係我哋揀噶啦。哇，好精美喎、啊！跟住嗰啲肉肉啊、紋路啊，全部冇曬喎。你塊面都好尖鋭喎、啊。係喎、啊，哇，會唔會太尖啊？你而家先。係啊，而家點解太尖啦嘛？太尖啦！你執得幾自然？係啊，我太尖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又要去下一個行程啦，就係、是、要我頭嗰度要覆診啦。咁花花都會陪我去睇下有啲咩醫美嘅項目可以了解一下咁樣啦。係啦，咁我哋。大家一起出发。嗯，啊，좋아요。용고있어요。공부열심히발라주세요。지금이제가운데쪽에는머리가많이자라기시작했어요。그용고또열심히발라주고그러면이제나머지도나을것같아요。네用啱啱咧就覆过诊啦，咁医生咧就话情况好咗好多啦，咁我而家咧块面就等紧做其他 lifting。자시작했습니다아프면얘기해주세요好啦，而家啱啱咧就去完皮肤科啦，咁我啱啱就做咗个韩版嘅 high 敷，叫做 shrinker。嗰一个韩版 high 敷，通常我三四个月左右我就会去做一次，因为佢个效果真系冇传统 high 敷可能Ofera 嗰种咁大嘅功效，但系佢咧个痛感真系好低，咁所以我就会 keep 住平时得闲我就会去做啦。跟住医生咧对于我的头嘅窿咧，佢就系话定时去查翻佢俾我嘅药膏，同埋食翻我平时食开嘅 supplement 就已经好好啦，因为而家进展咧都系十分。大家都終於見到我整個窿中間有些毛髮開始出來，還有這種的噴髮劑它都說是對頭髮，譬如特別是這些分開界這些的頭髮位置是很好的，它都要叫我保持一定要用。今天的分享就去到這裡差不多了，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住 subscribe 這個 channel， 這條片再 share 給朋友看，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